久闻楚有天下难遇之二宝，和氏璧，屈灵君，世人皆浊，唯我独清。不过既为楚国君王，就要担得起这君王的职责。愿先生和寡人携手强秦，一统天下。灵君生于天地之间，就要成奇迹以驰骋，虽豺狼何惧，虽坎坷何妨？就算他们是天，我也要给他们捅破了。屈原，求大君放过屈原也。只要我们两人在一起，任何艰难我都不怕。什么宿命，我不相信。这世上真的有山鬼吗？愿公子兮怅望归，君思我兮不得行。生或者死，灵君都会陪伴在你左右。在王室里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吃人的人，还有一种是即将要被吃掉的人。只有你死了，我们才会有希望。如今朝堂内外奸佞当道，就算是死在所不惜。屈原变法之心，天地可见。反了！我看你是疯了。屈原在这里，你们要拿我的命，你们来拿呀！如果我楚国有一天亡了，最大的罪人就是你。屈原，满口胡言谬论，你就不怕不谷杀了你吗？杀了我！你也不理解我。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你还记得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吗？楚王无道，举师伐楚，犯我大国之威，诛灭擒贼，南解国恨，报秦乃天下共敌，六国将士出征。如果明天我死了，我最舍不下的是我们的过往。碧晨这一生早已许给了这楚国的山河，九死不悔。灵君的心意，不谷之，国之，江水之，春秋一之。且有浊世，谁人能懂？拂袖独行。